正好到了庆功宴的时间，那我们大家一起吃火锅怎么样？哦哦，肚子好痛，胃里好像在放烟花一样。没想到得分最高的是托马，所有奇怪的食材几乎都被托马吃掉了。托马，你还好吗？盐渍青鱼，没熟的井瓜，涮团子，还有吃了会冻住舌头的东西，我感觉眼前已经出现人生走马灯了。再见了，大家。不行了，我得先休息一下。A few moments later. 哦，活过来了。老师。Fuck this shit, I'm out.